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成人的单亲妈妈，为了帮助女儿找到完美女婿而全力以赴，而在嫁女儿的过程中更发生了许许多多诙谐幽默的故事，真挚动人的母女之情，还有都市男女之间的爱情大作战，一部将为大家带来不一样感动的家庭温情好戏，就在天下卫视钻石剧场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播出的温情韩剧《心情好日子》。